对韦正老师的印象还停留在迪迪刚时期。韦正老师的迪迪刚很强，韦正老师当时艾克迪迪刚和狼，就是退克玩谁他玩谁，就退克当时玩光焰的时候他也追随了退克的脚步，然后可惜没玩明白。现在对手小耀耀是北京知名 OB。 哎呀，狼这个角色对百分比的能力真的很优秀。哦，上头空后最大问题还是击杀。对，刚才的上头空后如果中了很帅，但狼好吧，狼的牙盾其实还是可以的，很可以。晶晶老师很冷静，没有着急击杀。哦，能手边吗？手边。哎，哎呦，好丑。我还以为这种对局晶晶老师会拿出就艾克或者 DDK， 感觉哦，好，然后手边一直在积极的摸空后，想杀吗？好，空前想空前空后吗？好，下地得。哦，果然是得起身。我记得广州那个很强的叫有一个上 S Polo。 哦，对 Polo。 我怎么记得他是玩狼的呢？好像不是，现在玩克劳普。我觉得狼适合年轻人玩，比较多的硬毒这些东西。我之前看他比赛好像全是狼，狼玩的很强。哎，哎呀，狼的这个横踢真是不太行啊。狼的横踢很行的，抓两针的话。哎呀，场内击杀有点拉胯。哦，刀死狼本来为数不多击杀，他横踢要摸到的话150足够击杀。哇，上踢击杀，上踢击杀，我连摸两个上踢。狼的上踢其实个人感觉不算特别优秀，甚至有点拉胯。哦，成果率可是没有直接惩罚的。哎呀，韦正老师还是打得比较稳啊。话说他的狼开枪好少，马老师看他们玩的话也是开枪比较少。哦，正常力回中还是压制场地比较重要。哎呀，我当时学了一手狼，开枪后撤。哦哦，差一点读到了。哦，还有吗？空后。哦，叠怎么守这波上踢？哦，被打出去，怎么回？还能回？哦，可以，怎么转？惩罚死了。哦，可以可以，很帅，恭喜韦京老师拿下一局。这 BO3， 哦，这 BO3。很帅。哎呦，狼太吃基本功了。狼主要你得会各种东西，就很抽象。牙大。是他不是罗伊曼吗？啊，他最近一直在玩露西娜，还没有换掉。我操，露西娜真不行，跟狼一样。露西娜还好，露西娜场外屌。先问马老师啊，马老师吧，可能是破版本，之前可能比较注重这种力回型角色，现在可能像180出来之后就看高爆发力，然后一趟哦，我看过 Dakery 那个视频， Dakery 说过就是 DLCR 扭曲了玩家们对优势轮的认知。哦哦， DDK 有活，这是不要改成 D。 怎么干？DDK 的横臂泽其实我感觉还是很猛的，高配利德雷的感觉。好，DLCR 扭曲了玩家们对优势轮的认知。
手里拿着香蕉皮了，怎么说，有没有活？被起到了，香蕉皮能不能拿到收益？哦，可以，这波场外能追，漂亮，场外还能追吗？被抢回来了，然后呢，小米熊来，好，香蕉皮没有追，哦，可以，螳臂惩罚落地，别抓我，而且没什么用，香皮抓头，然后呢，这波怎么落地，哦，脱手横臂抢上来，然后呢，哦，漂亮 Yes Big fan SD 哦、Sorry I still like it Sister That was good You can talk Yeah 好，我看看前期的You press here. So, who won the first game? DK Fire? Yeah. So then you go here and you put one. And there you go. Yeah, thanks. Yao Shen 先拿一命，然后呢，金靖老师也没有特别急，好吧，开始急了，上 S 摸击杀了。DDK 击杀有这么困难吗？困难的 DDK 那个狼都是很难击杀，但是刚好摸百分比的角色。DDK 主要是他得靠那个香蕉皮击杀。DDK 我感觉其实比狼还好一点吧，他有个香蕉皮就很赖的道具。哦，打不了，这波场外能没能不能有？没有。哦啊，这是就上 P 击杀。我的妈呀，160。药神开始凹了。小顺，好了吗？一个台都加了。OK。哦，空伤。香蕉皮。我可以，这波哦，又是轮没追到。我接 DDK 好像 DA 之后有很多优秀的拓展，跟他爹好吧，比他爹更优秀。哦，倒地没有中这个，这个枪很新颖。哦，漂亮的击杀，其实卡洛斯也击杀了，这个力度比我想的。哦，可以，右手轴开始，看怎么追。好了，控制六位。DK 还是感觉比狼强，他劣势轮拖出之类的，我感觉各种手段很优秀的。宝贝，把你下边的那个袋子健身包给我。右，靠你左手，你左手，你左手。那个，下边，你的下边。对，扑上击杀。看到了吗？对。PlayStation。看到了。这波怎么说，下地摸到，哎，开凹，这个百分比很危险，横 F 凹到直接暴毙。哦，可以，哦哦，直接 DI 失误了吧，直接暴毙。暴毙了呀，有没有可能换一首艾克？听说那个日本很强的特瑞好像会去点名。啊，去啊！到时候必须得看一眼。没什么好说，见过那大赛都冠军那，像冠亚军都被内定，没得说。之前北京的那个我的合伙人。说北美俱乐部的说有可能帮那个特瑞一战，因为他这那半年前的事了，早走了。要就除了他，应该是国内肯定没人拦得住。当时那狐狸巨大，能打打的。左右变着玩去。啊，继续选出 DDK 吗？下载完了是吗？已经下载完成了吗？艾克也不是有网恋的。继续，主要是北京就有一个尼姑，让大家都误以为艾克跟所有高达舞台。
下载完了吗？哦，光的优势轮还是光的优势轮确实很猛。哦哦，这个抓闪啊，没有拦到，可惜。还是托板红利。红币抢回来，然后呢？这波等下板，用不用 Z drop？ 不用 Z drop 掩护吗？起手可惜没起到。哦，很帅，可惜，可惜是燕，可惜是卡洛斯呀，能拦死吗？这波，哦哟，直接暴毙，真的，这个 DLC 二真的太万恶了。只是卡洛斯89也死了，小猴子还是太强。愚蠢的，愚蠢的光焰。哦，可以可以，摸到。其实感觉两边优势轮展开，我甚至感觉 DDK 更猛一点。我真的好怕这个上底失误，看得我心惊肉跳。哦，起到。Let's go, dude。说副手怼上来，上 S， 哦，变回来了，上 S， 哦，还有吗？还有，怎么回？上 B 蓄力 ，OK， 哦哦，可以，穿横 B 穿刀可以，很帅，这波怎么回？一个上 B， 哦，这个上 B 很难，哦，漂亮，可惜，这波怎么追落地？哦，可以。二轮横臂直接打起来，手边怎么说？没有摸到，可惜。哦，这是个泽吗？哦，可以可以，很果断的出面上 S。这波百分比也慢慢摸上来，应该死不了吧？我的天哪，这就是 DDK 吗？降子脆弱，怎么说？摸到八十进斩杀线了吧？哦，下体摸盾之后横臂去折出盾，折盾可以，和英国绿躲开，然后呢？哦，漂亮漂亮，可惜也没死。怎么说？哦，漂亮的出盾上 S， 急了，药神急了，恭喜维京老师，2-1拿下。All right, password is 小神。Oh no.